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期盼和等待着，他们甚至有些焦灼和激动，因为他们将要迎接的是一件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艺术瑰宝。为了这件宝物，上海博物馆历尽艰辛，矢志不渝，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出资450万美元把它从美国购回。其实这件令人牵挂不舍的稀世之宝仅仅是几卷薄薄的纸，纸上也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中国文字。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3年奉旨刻制的集帖，它将历代公藏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集中镌刻，拓印成集。当人们把目光都投射到这幅陈年集帖，为之错愕，为之惊叹的时候，蓦然回首，我们发现在这翩翩笔墨背后，屹立的是一座横亘千年的艺术宝库，这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历史。当我们进入这扇浸染着墨色芬芳的大门时，我们就会发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敬仰的那一撇一捺，竟然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它蕴含着千年的文人情感和文化修养，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优雅意境，它占据着华夏文明在古典文化艺术领域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有人这样说道：中国书法是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中核心的核心。书法艺术中间它的特质是能够把人的各方面的素质都在一门艺术中间充分的展现出来，它从很本质的方面来说可以把人的性情发展出来，把它表达出来显现出来，也可以把人的理想、人的神圣的向往，也可以把它充分的展现出来。所以一门艺术能够把人的这种从最基本的肉身的感觉，一直到他最崇高的理想的追求，都充分的展现的话，它当然是一种核心的艺术。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那么文化的核心是哲学，那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呢？那么中国没有形成西方的体系哲学，而他的哲学都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行为中间，就体现他理性的追求，而书法在这一点上恰恰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特点。节制的疏密正邪流放是吧，章法布局里头的这个开这个不白的疏与密是吧，节奏的快与慢是吧，高低的起伏等等，是吧？它都是在处理，简单的说，这书法要处理的，在技术上要处理的问题，不管它是哪一个层面，都是在处理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如果去掉了中国哲学的这个阴阳变化，那就没有书法艺术的存在。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的创立，最初都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是纵观大千世界，在流传下来的这么多种文字当中，唯有汉字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这其中除了历代书家们的笔墨功夫外，和汉字本身的特点是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甚至是否可以这样推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这种文字之初，就已经在那些字里行间融入了他们的审美意识呢？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国青铜器就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几乎是在青铜器产生的同时，一种兼有计时和装饰作用的文字出现在了钟鼎之上。这种青铜钟鼎之上的文字被后人称为钟鼎文。古人把青铜称作金，因此这种文字又被称为金文。清代书法家李瑞清曾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由儒生不读尚书，认为临摹毛公鼎铭文字体是学习书法必不可缺的一课。后世的篆书虽然把书写工具改为毛笔写在宣纸上，但是他们仍然必须保留刀刻斧凿的金文特征。钟鼎文已经非常久远了，但是它依然算不上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线条后来被证实是中国可以辨识的最为古老的文字体系。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后人便把它称作甲骨文。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剿灭了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当时秦国通用的文字书体有8种之多，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要求在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丞相李斯在大篆的基础之上删繁就简，制定出一种比大篆更加简洁规范的文字，这就是小篆。秦始皇把小篆定为标准字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李斯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姓名的书法家。沿着古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书法的体例被依次划分为真草隶篆，其中的篆书就包括大篆和小篆2种书体。既然作为汉文字源头的甲骨文和钟鼎文都被划属大篆书体的范畴之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那些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的文字正是中国书法的开山之作，或者说中国书法的产生就是伴随着古代文字的产生而同步出现的呢？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它的争论就在于字体与书体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啊？比如郭沫若曾经说过，是吧，说在这个秦朝的时候有秦朝的中王阎刘啊，在战国时候有战国时候的中王阎刘。他说呢，那就是在甲骨的时候甚至也有甲骨时期的中王阎刘啊，那就说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这个书写家或起刻家。那么他是把书体和字体合一的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呢，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书体与字体是一回事，因为书法它是个寄生的艺术，没有汉字这个母体，没有书法的艺术。但是书法是艺术，艺术它有它自身的规律，所以书法艺术联系在一起，那么它就一定要有书法家的主观情感意趣审美追求在里面。如果某种字体我们看不出有审美追求，看不出有审美情操，看不出有审美意趣的话，我想那个并不能称为书法。作为一般的符号，它是不强调太多的变化，
不强调构型里头或者是笔画里头有什么生命没有生命这个东西的，我们就是说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字的符号是一种无机的，是吧，一种机械的拼合，就像我们马路上看的那交通符号一样。那么作为在这个机械拼合的无机的文字符号的上面进行加工，它才能升华出我们今天讲的真正的书法艺术。所以书法艺术是写字，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写字就是书法艺术。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书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甲骨文、钟鼎文是迈出的第一步，当之无愧的是中国书法长河的三江之源。在秦朝通行小篆的同时，隶书在社会下层悄然而生。到了汉代，隶书取代了小篆，上升为主要通行字体。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它使汉字告别了已经使用3000多年的古文字，彻底摆脱了古文字那种象形的特点，所以汉代人称隶书为金文。到了汉代末期，隶书向正书、行书、草书三个不同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最主要的三种书体。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隶变。在这里，我们的问题似乎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多种文字产生形成的同时，只有汉字成为了独秀于世的艺术表现对象呢？它是方块字，方块字也就有一定的面积，这个面积虽小啊，但是它就可以做文章了，嗯。另外呢，它的笔画形状比较多变，它有大致说来是有八种形状，所谓永字八法了，就是一个永远这个永字啊，它把那个八种笔画都包含了啊。那么这个笔画比较多变，结构也多变啊，它有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单体结构，左右结构嘛还有对称性的左右结构、不对称性的左右结构啊，上下结构没有两层的、式的、三层式的啊，结构变化很大。在一小块面积里头啊，多变的笔画又经过多变的结合，它的形象自然而然就多变了。那你要对比了拉丁系统的文字来看，它那个文字都成横条形啊，横条形的这个就不像一个有面积的东西那么富有表现力了。如果说汉字自身的逐渐演变为中国书法展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书法工具的逐步完善无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书法艺术不能脱离文字基础而存在，不能脱离笔墨工具来表达。但是仅仅有了文字，仅仅有了笔墨就称得上是书法吗？中国书法能够延续千年之久，而且至今还在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那么支撑它艺术价值最为根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清代的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中这样写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智。”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一管柔毫，一张宣纸，就可以把人的精神性情清晰而又千差万别地体现在笔下的点线之中，以最简单的工具直接地把握物我之真、万象之美。
天地万物之变动，可喜可恶，一遇于书。原来书法艺术和书写者的人格性情就是这样紧相密嵌的，成为浑圆的一体。艺术成为人的具体意义和生动展示，人格性情成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带着这样的思索，让我们重新回到浩瀚的书法历史中，去求证，去发现那沉寂千年的墨迹纸张背后灵动着的一幅幅鲜活的生命形象吧。要说魏晋风都要说到魏晋之前，说汉，汉呢，这个秦汉王帝国呢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帝国，汉是外向的、动态的、粗犷的，啊，所以霍去病的时刻呀、马踏飞燕呢，都是非常动态的，因为它整个汉帝国是一个扩张时期，这个建功立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飞扬的时代，但是汉代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从人类的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它压抑了人的个性，它强调群体去建树一个功勋，建立一个强国，而忽视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和发展。所以到了魏晋南北朝，就是六汉魏六朝的这个时候啊，战乱，统治者比较薄弱，战乱频仍，生活不安定。人的这个生命非常痛苦，活得非常痛苦，因为战乱颠沛流离。但是在这个时候，正因为统治力量薄弱，物质生活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心灵是很自由的。他可以想了，因为他已经拢不住了，不像汉武帝那样把他管得那么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在中国美学史上出现了所谓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人们都要到郊外的水边踏青郊游，以消灾避祸。他们把这种活动叫做休息。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约了一些文人朋友共41位，到兰亭西边饮酒游戏，即兴赋诗。大家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公推王羲之为诗集做一篇序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续写了《兰亭雅集》的盛况，抒发人生的种种感慨，文笔迥爽流畅，洒脱无拘。而王羲之的书作将晋人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神韵抒发得淋漓尽致，恐怕连王羲之也没有料到，他即兴写下的这篇《兰亭序》竟然得以天下第一行书而风流千古。中国书法的觉醒时期应该是魏晋时期，它的标志性的人物是王羲之，其关键性的词语就在这书法，我手写我心，这是首要的一个方面。第二就是书风的独创性，在以前，甚至在李斯以前，六国的文字书法风格，国与国的差别比较大，但是国家以内的差别不大，有个规范。就正如康熙字典里，你看他的小篆都是统一的，但是王羲之出现了以后，他标明了每一个人的书法就是一张面孔。后世学王羲之的何止千万人，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中国书法的觉醒就是中国人的觉醒，中国个体的觉醒，中国独创性的崛起，这是很关键的。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晋书法以洒脱飘逸的风采得到了人们的喜爱，
而唐代书法则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征服了后世。草书是最为简便快捷的一种书体，它只保留了汉字的梗概，书写起来草率极旧。草书到了唐代的张旭手里，犹嫌草的不够，于是就创立了狂草。狂草最为肆意放纵，草到了极致。张旭的草书目的而来，飘然而去，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腾作势，心首两望的抒发心中的激昂慷慨，展示了他傲视一切的胸襟。诗圣杜甫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下笔落纸如云烟。”三杯酒下肚，在王公大臣面前脱帽露顶，用这种不拘礼法的狂态来面对生活，用这种微醺的狂态来创作草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那种张扬个性。谈到唐代书法，还有一位对后世书法影响极为深远的书家，他叫颜真卿。颜真卿的家族一门显儒，诗礼传家，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颜氏家训》就是出自颜真卿的祖上一代名儒颜之推。颜真卿中年的时候遇上了安史之乱，在河北24郡据以沦陷，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际，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举起讨逆大旗。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一家有30多个亲属在战乱中殉国，其中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堂侄颜季明的牺牲最为壮烈。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颜真卿满怀悲伤地设酒祭奠死难的亲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那篇震烁古今的祭侄稿。颜真卿用喷涌而出的激情，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写得这样奇绝雄健，浩气冲色，达到了超神入圣的境界，以致祭侄稿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这种忠诚，这种民族精神，是吧？这种这个人格信念，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应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礼赞的。而颜真卿在这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度合一的，是吧？刚才我们说了，他的书法的那种美感，跟那个时代的风尚风气，跟这种儒家的理想都合一了。他自己是这样写的书法艺术啊，创造的这样的美。但是他的这个人生轨迹，是吧？最后乃至被这个叛将所使，这个勒死啊，都有这个都是跟着一致的，就是他宁折不弯。所以颜真卿的书法的美学的最深底蕴，他的哲学和文化底蕴，那真的就是儒家思想，这是他内在的东西，是他人格深处的东西，字如其人，就在这里才能够解释出来。颜真卿忠义节烈，舍生取义，他的书法也一如忠臣烈士，庙堂之气十足。书法本身是极具象征性的，看到颜体楷书，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像颜真卿这一类的忠臣良将。后人评价说，颜体楷书正像关羽作帐，正气逼人。国人的视觉联想竟是如此丰富，居然把方块字和人物的形象联系起来。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关羽之所以能与孔夫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就是因为在关羽身上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
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经义。孟子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百年来，在孔孟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崇尚忠臣义士、道义节操的传统文化。关羽是忠义楷模、仁勇化身，这和颜真卿的满门忠烈、舍生取义是一脉相承。颜真卿堂堂正正的楷书和关公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意象叠加起来，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就这样在一个个的方块字上显现出来了。明末的大书法家黄道周呢，是一个著名的骨梗之臣，他敢于讲真话，屡次因为犯言直谏而被崇祯皇帝在朝堂上杖刑痛责，打入大牢囚禁，后来呢，被削职为民，赶回了福建原籍。可是，当他在福建老家听到崇祯皇帝自缢井山的消息以后呢，率弟子们弹发而哭者三日。黄道周招募起了一支队伍，和清军做殊死死的抗争，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那样义无反顾。战败被俘之后，拒不降清，被杀害于南京的东华门。这是黄道周在狱中写下的诗卷，字里行间那一横一竖可以看出他在书写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他一笔不苟地写着，看不出丝毫的胆怯和慌乱。人们从诗卷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气节和心灵震撼。临行前，黄道周破纸写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无论是官居宰府还是常为布衣，无论是豪壮奇绝还是知腻粉字，只要是中国传统文人，手中都握着这幅笔墨，笔墨间流淌的不仅仅是百折千回、形态各异的中国文字，更体现了一种千百年来磨砺而成的文人性格以及生命状态。中国书法的走向一直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决定中国书法基本风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书以明道，这个道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伦理规范。明代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傅山作诗告诫他的子孙，作字先作人，人其字自古，纲常盼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骨。平原气在中，毛影足吞鲁。他提出的作字先作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背离了周礼儒学，那么做人就是立不住脚的。这样的人写出字来也必然流露出一种小人之态，而这种低俗仅仅靠笔墨技巧是无法补救的。傅山告诉他的孩子们，在学习颜真卿书法之前，必须首先观看颜真卿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就是要先学习颜真卿的做人。只要胸中有颜真卿那样的浩然正气，一管小小的羊毫也足以气吞强虏。我认为古代人之所以一再标榜高悬了这么一个标准，就是要提倡人品要高，书品才会高。所谓柳公权所说的心正则笔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古代人呢，把中国书法的这种修习乃至运用
视同人格的修炼，视同于人生的一种这个叫什么造就。所以他们呢，希望人在书法的研习之中，把自己的人格也提升，把自己的格调，特别是文化的格调提升。那么我觉得，所以古代书法的那种精神性最感染人的，就是书写者的那个精神性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激动人心、感人至深、让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种东西，他们抓住了。我以为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那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动人的因素。书法艺术几乎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生命形式的例子，不胜枚举。纸砚笔墨、梅兰竹菊装点起来的生活环境，也成为文人书家们追求高洁意境的荣耀象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陋室铭》中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理想中的文人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以陋室清贫的情境来反衬文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家园的富贵高雅，正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说到鸿儒，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自然是当之无愧。这位广学博才的大书法家谈及学识修养和书法的对应关系时这样说道：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书家如果学识浅薄，见识狭隘，学问不足，其书法是不可能达到尽妙程度的。苏轼本人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富有浪漫个性和学问文章之气的书法家，他诗词文赋、书画音律无所不精，他的书法既有阳刚之美，又有书卷之气。苏轼广博的学识造就了他那种气吞万里的胸襟气度，观苏轼书法就不由使人联想到他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恢宏与豪迈。如果你没有人文追求，也没有文学的这种技术，那么你书法的表达只能写点别人的诗和词，你自己的情感缺乏表达，那么你表达的东西看了你作品以后不能联想你的人，而只能看到你这个字的形态的变化，这书法的它的精神可以说就给淡化掉了，是吧？它的文化精神淡化掉了。那么如果说你想王羲之写《兰亭序》，他是在那种这个黑暗的社会中间一种理性的追求，而颜真卿写这个《祭侄稿》是这个民族斗争的血的血与火的这种情感的呼唤，那么他有他的纯熟技术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艺术肯定是感人的。如果颜真卿去写一首杜甫的诗，那肯定他不会成我们今天很崇拜的艺术的典范。所以书法美的构成中间，它不仅有书法的形式技术，同时有它的文化内涵。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今天，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幅令我们无限追思和敬仰的笔墨宝卷，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一笔沉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财富。站在他的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因为每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
我们都可以随时去瞻仰，去体会那份古朴优雅和那份博大深邃。无论是勤学苦练的求索，还是心守两忘的抒怀，无论是浪情自肆的狂放，还是温文尔雅的内敛，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已经经过漫长的积淀，代代相传，浸透在了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透过那变幻万千的点线形式，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沉浸于笔底、洋溢于案头的生命存在。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书法创作成为书家心灵世界的展现，传统文人们自觉地将书法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书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养、人格完善的过程。虽然作为实用性书写工具的毛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国艺术瑰宝的书法却保留了下来。他那独具的神韵、百读不厌的气质，至今依然令人倾倒，令人陶醉。千年书法的历史不仅仅是这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的流传史，伴随着文人们的笔墨纸砚流淌千年的，毫无疑问应该是那千古不变的汉墨精神。